东宗现场惊现李子家独门绝技金鸡独立，与王芷怡大战300回合，史诗级对拼，双方各得一分，打入决胜局，谁能笑到最后？话不多说，赶紧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对局。出边线啊，好吧，这球抓住，这时间判断的还很准。漂亮的劈杀斜对角，王芷怡想飞身救球，但为时已晚。送手。进了。送的还很到位啊。哎呀，主动线的失误啊。球出底线，完全的压线球。调的不到位。漂亮，一个劈杀对角，王芷怡极限救球后还没反应过来，球就已经过网了。一切质量都非常高啊，漂亮，揭开发球，直接一个杀上网，东宗以五分的优势进入局线。这球很慢啊，上来是一个长桌拍，哇，主动线的劈掉下网啊，打乱，接球，还在前后的调动马莱斯卡。快速还原，漂亮，再得一分啊。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运好球，也是挑战，王芷怡挑战。局限之后，东宗失误连连，连续送出七分。哇，哎呦，住了！东宗连续劈杀斜对角，太强了，太准了。好，跳起的一个平高。挡对角线，打了，接外了，哇哈
打球，多了。对，点回去。王芷怡提速劈杀斜对角，实在是太快了。抓，推，抓，反复的推，正手底线，停顿，往前，还有。东宗一个推后场，自己不太确定力度的把握，直接做出了李子嘉的独门绝技金鸡独立，一整个可爱住了。底线位置打了点，哎呀，嗯，乖，去点火场，控制住，对，有点多了，必须让他跑起来啊，让对方的心理上产生一些变化。头顶，防起来了，哇，非常。王芷怡压力太大了，想飞身救球，但球没过网，气得直拍地板。还是快劈，哇，界内平平拿下。再一个劈杀斜对角，玩的就是心跳，球狠狠地落在了线上。双方再次对拼，王芷怡再次提速推后场，将比分反超，率先拿到局点。投影区，东宗一个劈杀，王芷怡飞身救球，东宗往前追杀，太精彩了！双方来到20平，嗯，压得很到位啊！投影区，抢网控一下，哇，这个球，对角线防住。顶住，漂亮！双方都在拉吊等机会，王芷怡想打一个出其不意，但失误挂网了。嗯，送得很到位。啊，还有！王芷怡往前挑球，东宗抓住机会，一个大斜线再追一分。挺成真的，双方在决胜局打得实在是太激烈了，大战300回合，最后还是东宗更胜一筹，杀进四强，明天将迎战世界第一女单安喜盈，她能否保持势头击败强敌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